台积电跟欧大整并，我们半导体族群又要开趴了吗？跟着台积电不只是护国神山，它还会报名牌。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金牌比一比，我是千涵，我是蔡妮，我是钟哥。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发三节礼金哦，你发吗？哎、谢谢龙哥，当然不是我发，龙哥的这个口袋也没这么大，但是我们的护国神山台电要来发给大家，这么好，对，那我们可以从今天是几号？九月十四，哦，对，九月十四号，我们可以从今天盘面确认过眼神。上来看的话，半导体呢，这资金呢有再次流入，终于回来了，终于资金回到这一块，所以台股要攻万三的话，就看这些各方人马。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些台电相关供应链有哪些呢？所以我们要摆齐的这个架势五张牌，那谁要先来抽呢？好，我先帮大家抽一张， okay. 就是你。又是梅花三，有没有？我们这个绝对没有先套好了，就是刚好是翻到这个小三。他是谁？对，那小三是谁呢？就是半导体的相关设备。那半导体相关设备大家都比较熟悉，比如说有什么6696凡轩。嗯，那凡轩是做什么呢？它是爱斯摩尔在台一个代工厂，对 ，EUV 的代工厂。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极紫外光，对，摩尔定律要往前去做延伸的话，必须要透过这 EUV 极紫外光。那或是你看到可以看到这3131这个宏硕，它股价在今天呢也是有往上去做表态。嗯，那钟哥想要跟大家提醒的是，或许先前的这半导体设备有因为这中国的武汉红星呢，有财务危机而股价受到一个打压。嗯，但是我们要跟大家提醒的是，目前虽然说股价打压回撤，但是回撤你可以看到打到季线这边就做了一个收脚动作。哦，那季线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中期的生命线，所以认为回撤到回撤到季线或许是一个好买点。哦，老师我有问题，是法人跟主力不同步，我要听谁的？哎，嗯，法人跟主力不同步，但是投资朋友你们发现宏硕今天外资是悄悄在买进的。哦，所以这边法人的还有这个主力其实你可以稍微把它当做一个参考的东西就好，因为他们有时候讲的跟做的会不太一样。信口不一，对，就像钟哥回去跟老婆说啊，老婆我好爱你哦。哎，龙哥，龙哥，老婆不要看太过分了。那么这个请导播再帮我卡掉。那换我下一个呢？换我抽好了，我抽这张噔噔 Q。Q 呢？钟哥把这个化学材料放在这一块。那其实化学材料大家都觉得说有点冷门股，啊，就好像这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一样。那苦守寒窑18年，他们终于看到什么？终于盼到他的丈夫回来了。怎么说呢？因为这些化学材料打进了这台积电的相关供应链。就举个简单例子来讲啊，这1773的圣衣这边呢，有分成工业级的跟电子级的这溶剂。那其中电子级溶剂呢，这个包括这10亿。或是清洗液呢，都打入台电的7纳米甚至5纳米的制程。嗯嗯，甚至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三氟化。那三氟化相信呢大家也比较陌生一点，但是事实上它也是有机会打入台电的相关工业。就是到跟一家中国的湖北新发集团恒智成家公司生产电子级的磷酸。嗯，主要什么供货给中芯集团。哦，那为什么中芯集团？因为中芯被美国封杀了，没错，哦，去美化来了。没错，所以呢目前呢中国请全力发展这半导体，他们只有技术不足的情况之下，嗯，势必会找外援。哦，所以台电相关供应链在它台电本身积极扩产的情况之下，还有这中国积极去美化，那也要搞这半导体的情况之下，这相关的供应链呢有机会越烧越旺。王宝钏呢终于等到她老公回来了。所以钟哥认为化学类股虽然说比较冷门一点，嗯，但是你也是可以把它放到你的自选股名单，尤其是先前已经涨过一段了，但目前是又回撤量缩这一阶段，所以或许你们觉得说量比较少一点，那没关系，你可以等它放量攻击突破区间形态的时候，哦，再去做切入就可以了。哦，好，那最后一张红哥你抽吗？最后一张就抽再一个族群。你有先 set 都好吗？没有啊。真的吗？你又把哥的王牌给亮出来。哥，王牌是什么族群？这个族群呢，其实我们也一直跟大家提醒，就是先进封装技术，这就是台积电的这技术论坛释放出一个讯息，就是呢接下来摩尔定律要再往前延伸的话，一定要透过先进封装技术。那这一块到底有哪些受惠股？对，首先第一档就是这6187的这万润的，那万润呢，我们跟大家提非常非常久了，那这从没有到有是最有想象空间的。对，万润呢，目前刚刚开始打入，那这边营收从零到这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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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这是最有想象力的成长空间很大，这变粉梦比吗？哎，
它有获利的好吗？它有获利啊。对，然后再来第二档是这生生气色，这精彩，相信啊，各位投票你也不太陌生，因为精彩是跟台电有密切关系的。那精彩是做 3D 堆叠的晶圆封装技术，预期的是 3D IC 这先进封装技术，如果等待度把它往上做推升的话，势必呢又要通过这全球，包括这 Apple 啊，包括高通啊什么 blah blah blah。通给它包拐了，所以呢，这边的 3D 先进封装技术的投票，你要好好特别留意这一块。那可是这两档感觉都已经开始涨了，那有没有龙哥还没有？其实中哥还有一档股票也是你私藏暗看，蛮看好的。中哥先给大家稍微透露一下，目前他一样有打入苹果供应链，也有打入这 Intel。那这台电目前是差一个什么认证的许可？那做什么呢？最主要是做这个切割用的，不能讲太多，因为讲太多大家都知道。因为过去我们都是用钻石刀来去做切割，那钻石刀其实我们都知道，它有血屑会产生，也不太环保，因为它必须去透过不断的清洗，所以。透过这另外一个方式来去做切割的话，会比较有效率，然后又比较环保。对，钟哥就稍稍透露到这边。那想知道呢，就欢迎大家加入钟哥的群组。龙哥 LINE 的群组就是小老鼠 BBA5820H， 还有龙哥的 Telegram Fly1768。喜欢我们的影片，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金牌 BB。我们下次见，拜拜。